大家好，我是浙江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的花旦演员吴素英，非常高兴在这里和大家交流。吴素英，国家一级演员，师承吕瑞英。她扮相俊秀俏丽，唱腔优美甜润，表演细腻传神。在继承吕派的基础上，结合自己扎实的武功基础，逐渐形成了能文能武、清新自然的表演风格。被誉为越剧界文武兼备的实力派演员。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探讨的是吕派唱将穆桂英挂帅。这段唱选自穆桂英挂帅，是说穆桂英在教场点兵遣将时的一段唱，那么体现了穆桂英那种踌躇满志、精忠报国的热血情怀。那么这段唱呢，也是吕派唱腔中最具代表性的著名唱段之一。这段唱它以丝宫调为基础，在演唱上呢铿锵有力，有刚柔相济的特点。历史三个兵两城，他是一刀劈死小王人，宋王爷才教场把我儿来问，母弟儿满红胡子口吐真情，他说到杨林公本是他先人，他是宗保的儿子，严昭的神，他遇过曾祖母说太君，莫怪因我本是儿的娘亲。宋王爷听着他的娘亲啊，不加才反击这元帅营，说太君为国要尽忠，命我挂帅去平城人，我们一不为官二不为王，为的是他宋江山和众黎民，叫那满朝文武看一看，谁是治国保朝臣。莫桂英住着山水不服老，不凭你车人不为令我要把儿教训，不管不教真成真，擂鼓三通
接下来我们讲第二段和第三段。那在这两段当中呢，是采用的是大段的清板，我们要注意一个是音准，还有一个是抑扬顿挫的变化，还有一个节奏的变化一定要稳实，再有一个咬字一定要清晰。小女儿她的剑法高，剑在今天落在尘，那王人一剑气不分，他要与我儿论古家珍，为啥三儿兵两人，他虽一刀劈死小王人，宋王爷才教场把我儿来问，我的儿满红脖子口吐真情，他知道杨林公本事他信任，他是宗保的儿子严昭的孙，他有个曾祖母说太君，莫怪因我本事儿的娘亲，宋王爷凭着他是娘家不家财犯几则元帅印，苏太君为国要尽忠，命我挂帅去平车臣，我们一不为官而不为官，为的是大宋江山和众黎民，叫那满朝文武看一看，谁是治国报朝臣。这两段唱呢，第一段呢唱出了穆桂英对一双儿女的赞赏，那么第二段呢唱出了天波杨门对朝廷的忠心和坦荡。吴老师好，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我们越剧最有特色的就是小腔的运用，我想请问一下您如何唱好越剧的小腔。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越剧吕派的小腔都有哪些形腔特色，谢谢。越剧小腔是非常的委婉很好听，那么吕派的唱腔的小腔呢，它就更加有特色，特别的俏丽，还有一个是它运用的比较多，特别是在一些塑造一些活泼一点的，比如像红娘啊、九斤姑娘啊，她在这个里面小腔就运用的特别的多，乐感特别的强。你看她，音符比较紧，但是她每个音符都能唱到非常的准、非常的到位，然后又非常的圆润，这就是吕派的小腔的特色。谢谢，自己的体会是。唱越是唱小腔越是难唱，越是要转弯要快的地方，你这个气息越不能放得很大，要声音要收一点，这样你就比较容易唱。如果你把自己的气息很快的往外放，或者是声音用得特别大，那就更加难唱。还有什么问题？吴老师好。哎，那个就是我们吕派的声腔，它就是半音的特点是比较多的，然后这种半音呢又特别难把握，特别是我们这些初学的人就很容易就把它唱飘了，就想问一下，就是针对这个半音平常如何练习才能把音准把握好。谢谢。好。吕派唱腔当中发 C 用的比较多，这个半音用的非常的多，那么确实对初学者来讲这个是比较难把握，这个音准比较难把握，那么其实这个是根据每个人的嗓音特色是有关系的，根据每个人的乐感是有关系的，你乐感好一点的人他天生就能比较好的掌握这个音准，那么对相对来讲对乐感天生不是最好的人那就有困难，那我想这个就是解决的方法，就是一个是要
多练，你可以根据跟着钢琴的音阶去练音准，还有一个是如果没有这个条件的话，我想你多模仿多练，这个慢慢自然而然就会解决这个问题。吴老师你好。哎，我想请教一下，就是怎么练习那个延长音？哦，延长音是吧？这个我们学校的时候，一小的时候每个人都练过，而且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课程。首先你得吸足气，吸足了气，因为你要练很长的音嘛，那么然后慢慢的放，深吸缓放，然后这个放的时候你要非常平稳，这个气息就像一个皮球，然后你戳一个小洞，它放出来的气是很平稳的，很均匀的，然后又是很细的，不能一下子就放掉，你这个口要是开得太大的话一下就放掉了。这样吧，我们大家来练习一下这个长音，看看是不是方法是不是正确。来，我们先吸足气啊，预备起。啊，对的，刚才有一个一下子就啊高上去了，这个就方法就不对了，你得保持这个音，你要是啊的话你高上去可以的，我们练音阶的时候也是有高有低，哆来咪发嗦拉西哆，但是你高上去的话你声音是要用气息来顶的，那你如果是唱高音的话，你这个气息顶上去肯定比唱低音的时候要多一点了，所以这个你要练长音的话，你就是把这个声音还是要保持住。刚才还有一个是啊啊的发音，我们这口腔里面要打开，刚才我看了好多人还是扁的，声音就很扁不圆，所以这口腔里面要打开啊，你嘴巴虽然张的不是太大，但是这口腔里面是打开的，上颚是往上抬的啊，上颚往上抬，舌根往下压，里面声音就圆了。接下来我们讲第四段，那这段唱呢是体现了穆桂英老当益壮和不平贼然不回营门的豪情壮志，以及对儿子杨文广的一番嘱咐和期望。穆桂英五十三岁不服老，不凭你才人不为营门，二手金针把他斩尽，本帅李陵你记在心，翻去到两军城，娘子元帅儿心得表四动亲兄弟，听儿军令杀贼人，叫你转你就转，不叫你转你休死心。这段唱的整段唱通过节奏的变化来体现穆桂英的果断和威严，那么在行腔上采用了不常用的发 C 两个半音，还有一个是以后半拍起唱的这种唱法来推动节奏的变化和旋律的推动。在表演上我们要讲究一些功架，那么步伐一定要稳健，一定要有分量，那么身体一定要挺拔，力求表现出穆桂英的这种巾帼英雄、英姿飒爽和统领三军的这种威严。穆桂英五十三岁不服老，不凭你才人不为营门，二手金针把他扎。李陵
去到两军城，娘子元帅儿媳得表四动亲兄弟，听了军令杀贼人，叫你转你就转，不叫你转你休不停。对手金人把他砸四同亲兄弟，听儿军令杀贼人，叫你转你就转，不叫你转你休不停。唱得不错，就是我们要注意一点，这一段唱腔，他在整段唱腔里面是节奏比较快的，那一个我们要注意节奏的平稳，你快了而不能乱。还有一个是要注意轻重缓接，你该轻的地方轻一点。这段唱腔是穆桂英他祖父儿子杨文广，然后是有教训他，要他听军令，所以相对来讲要严厉一点。本帅列令你记在心，此夜返去到两军城，这个城字说腔要说得好一点，干脆一点。两军城，刚才我听到有个别没有收住，注意一下。娘子元帅儿心得病要四动亲兄弟，这个要亲切一点，得病要四动亲兄弟，听儿军令杀贼人，这句要严厉一点，这个是最主要的。你在战场上一定要听军令，不听军令那你得斩首，所以这句要特别严厉一点。听儿军令杀贼人，叫你转收一点，叫你转你就转，不叫你转你休不停。最后三个字要干脆一点。穆桂英五十三岁不服老，不凭你才人不为营门，二十金人把他砸。去到两军城，娘子元帅儿媳得病要四动亲兄弟，听儿军令杀贼人，叫你转你就转，不叫你转你休不停。李十三儿兵两城，他随一刀劈死小王人，宋王爷才教场把我儿来分。我的儿满红胡子口吐真情，他说到杨林公本是他先人，他是宗保的儿子，严昭的神，他遇过曾祖母说太君，莫怪因我本是儿的娘亲。宋王爷听着他的娘亲啊，我家才犯几则元帅营，说太君为国要尽忠，命我挂帅去平城，
我们一不为官，二不为官，为的是他宋江山和众黎民，叫那满朝文武看一看，谁是治国保朝臣。穆桂英住着山水不服老，不听你承认不为营门，二岁进城把他放进，进门光光走进水路脚印，他是出生头儿不怕苦，他正是将就别算送军旗，金色里我要把儿教训，不管不教真成人，擂鼓三通报长亲兄弟，听儿军令杀贼人，叫你转你就转，不叫你转你休不停。这段唱腔已经讲完了，相信大家一定会有更深的了解。那么在结束之前，我们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吴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吕派给人的感觉都是一种很青春俏丽的小姑娘的形象，而你刚刚那个辕门外三声炮却讲的是穆桂英50多岁出征的一个情景，但是怎么样去把那个穆桂英那种就是不服老的那种豪迈的气质给表现出来呢？谢谢。好，这个问题，从我本身来讲，其实我演这个穆桂英53岁我也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从我的外形来讲，长了一个娃娃脸，然后个子又比较小巧，所以从我来讲，我也是非常有难度的。但是我们得从人物出发，你得理解这个人物，他这里是53岁的穆桂英，而不是17、18岁的穆桂英。他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是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一些波折，朝廷对他的不理解，奸臣对他的陷害，那么在这个时候，他就是增加了他的一些大气，他的那些沉稳，他的那种沧桑，所以在这个上面，你从步伐上面，从那个眼神上面，包括你的神态上面，特别是步伐，你这时候的步伐是比较稳健的，是这种可以采用一些男角用的一些步伐，然后这个步子是丁字步为多。有的时候可以前面这个脚是重心放在后面这个脚，前面这个脚是虚的，这样垫一下。还有一点呢，就是两个手要端起来一点，端起来一点。你要是大家闺秀，它是往前胸含胸，然后这个手是比较小一点。这个穆桂英她要武将，她要端起来一点，但是这个肩往下垂，肩不能耸。你要是肩一耸的话，就很难看。这样子像判官一样了，所以两个手要端起来，肩要往下沉，这也是一个基本的站姿。这个从这一点上面来区别，然后是在这个行动上面，你要动作上面要做大一点，相对来讲要大一点，然后要缓一点。那么17、18岁20来岁的穆桂英，她非常的矫健，动作是脆，腾很脆，但是这个时候的穆桂英，你就是要稳重一点了，从这一点上面来区别。然后这个还有这个手，我们这个手，因为穆桂英她多数都是穿的是一个是那个战袍，然后没有水袖的，
当然也有水袖的时候，但是多数的时候是没有水袖。那你这个手是直接观众能看到你的。那么它的兰花掌，包括兰花指，相对来讲要平一点。我们那个桂门旦，它这个要那个秀气一点。这个兰花指很标准的兰花指，但是这里的穆桂英它得平一点，就是这个掌要平一点，从这些细小的部分来体现。历史上的冰凉城，他是一刀劈死小王人，宋王爷才叫场把我儿来问，我的儿满红胡子口吐真情，他说到杨林公本是他先人，他是宗保的儿子，严昭的神，他遇过曾祖母坐太君，莫怪因我本是儿的娘亲。宋王爷听着他的娘亲啊，不加菜饭几则元帅营，苏太君为国要尽忠，命我挂帅去平城人，我们一不为官而不为王，为的是他宋江山和众黎民，叫那满朝文武看一看，谁是治国保朝臣。莫桂英如日三岁不服老，不听你承认不精神把他放进金门光庄主金水路教育，他是出生头儿不怕苦，他正是将就别再送军旗，今天里我要把儿教训，不管不